哆啦 A 梦这部卡通呢，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，同时也让铜锣烧这一项点心打响了名号。我们来看日前西班牙马德里的佛青，他们透过线上来学做铜锣烧。把融合了鸡蛋、面粉还有蜂蜜等食材面糊过筛，国际博览会青年总团部西班牙马德里分团举办线上烹饪课，佛青干部徐新瑞化身老师，透过视讯带着二十位佛青一起动手制作铜锣烧。如果想要铜锣烧大一点的话，你就用大勺子；如果想要迷你铜锣烧，就可以用小勺子，就是保证每一次的那个大小都是均匀。小心翼翼把面糊倒进平底锅，形成圆满形状。尽管大部分佛青都是第一次制作铜锣烧，不过经过一番摸索，香气四溢，铜锣烧顺利出炉。有的人干脆直接大快朵颐，享受童年回忆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佛青透过烹饪课联络感情，也勉励彼此不忘初心，持续在学佛路上不断精进。因为是西班牙马德里综合报道。